有色的惩罚，冥王寒言第八届惩罚 ET616 6月18号礼拜一在4号公园，4月6号谨记流年大成功。7月29号松山寒言第九届独立惩罚 Mirno。3月2号激动在 Y17一定要来哦。4月29号板中寒言大成。7月4号内功寒言独立惩罚。好，那你们看到我现在穿这样，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跳什么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 Energetic。